朗朗上口的旋律，轻快的手语表演，学生熟练呈现一首首近思歌曲。今天的这个近思语童话，最主要是想说，让每一个人能够把近思语落实在生活中，也希望近思语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整个人心动乱的社会一股清流。 马来西亚吉打吉华K校致力推动近思语多年，七年前开始鼓励学生画下对近思语的独特见解，如今集结成书。因为那乞丐很贫穷很可怜，所以捐钱给他，这样可以鼓励他。老师以说故事的方式分享近思语，孩子则用画画来呈现，童心看世界，别有体悟。很多东西我们想得很简单。 可是还对孩子的那种影响是非常大的啊，这样子哦。但有时我们看的东西很小，其实孩子看到的比我们更加深入。用心看，用心听，用心做，终身都受用。一直重复做，一直重复做，然后你长大之后，你就终于有成功了。 近思语童话描绘孩子心灵的美，也播下爱与智慧的种子。带新闻李佩欣、许维莹、陈春山，马来西亚报道。